我唱歌较清楚的阿中。不是啦，我是说安尼尔啦，只有这样子而已啦，一点点而已。你不知道，我来台北跟导客电话打拼，结果我的存款只有20块钱，所以我有感而发嘛。还好现在哈，可以在这个大哥大这边哈，好好的上班，你知道吗？你看我们阿中今天，哎呦，哎。飞哥给他做新戏台，这个布有没有好漂亮？你们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啊？以前那个戏台都写了好多字，有没有？对对对对，有爱观瞻啊！笨啊！那个阿忠啊，这次就比较聪明了，把这个地方对不对开放出来，让人家打广告多好啊，对不对？像我就已经想到了，我呢今天要特别感谢照顾我的好几位好朋友。第一个呢，我要感谢这个素家常香肠摊，素家常香肠摊。这样哈，我那哈大概八个幺哈，我拢去遐哈，伊就分我两条蒜头，你知无？我好感谢哈，这个素家常香肠摊，这个不错。再来，我要两两两，就奇怪了。哎呀，你唔知我食蒜头食个安公公。再来哈，我要感谢六屎尿尿纸尿裤，垃圾垃圾纸尿裤啦。哎，再来哦，我还特别特地感谢硬壳壳殡仪馆。哎呦，硬壳壳殡仪馆。你的烟枪的很好吃，我介绍的准没错，我吃过。这个纸尿裤很好包，我包过。这个殡仪馆真的很棒，我殡过。保证你扣扣，男人小小你再来拆我。好了好了，今天哈，今天哈难得哈，这个礼拜六嘛哈，要把家里哈好好的这个打扫一下，走，整理一走。哎呦，快递，请问你是阿万吗？我来了大哥大这么久，终于有路人认识我了，你是不是要我签名？没有错，我要你签名，太感动了，我就说嘛，人人要努力，我要给你签名。先生，我快递。快递不早说，找他。好了，快递走了。讨厌。哎呦，完蛋了，这个上面写的挑战书蜘蛛人，跟掉跟掉 ，check it check it， 到底第三把呢？有没有办法对付蜘蛛人呢？我那感受好不了啊，那就快回到那个飞哥大战蜘蛛人。哦耶！哦。你在看我吗？没有关系，可以再更靠近一点。哦，可以再更近一点。啊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快哭快哭！啊，这样就好了哈。那太近的话，鱼尾纹就会出现了，不好了。大家好。我是天字第一号肖大美女，毛浪给我肖杂波，大家都知道我啊，一天啊只睡1个小时，所以啊睡眠对我来说好重要哦。但是呢，万一又遇到那1个小时刚好又失眠睡不着，那很麻烦呢。那怎么办？没有关系，来。各位爱美的朋友们，让我介绍你一个非常好用的东西，那就是睡美人金刚腿。你那是失眠梦困不去，这支牙起来会头壳卡累。我正好来叫到天明，但是唔通讲伤大个哦，因为讲伤大个是会困永远的呢。公司就无负责啊吼。啊，需要的观众朋友，甲看咱询问专线电话5880100，5880100，最美人金刚腿。
做袂歹。各位小老弟，有我李敖、纳豆、皮卡丘，介绍人是铁达尼、免于我儿。铁达尼、免于我儿，晕车晕船。吐不完，铁达尼免于玩，老婆汗血吐不完，铁达尼免于玩，铁达尼免于玩。买的时候要注意，有一台小船断成两截，那个人设标签才是真正的铁达尼免于玩。铁达尼能源保护你。打个打歌中去。这出戏由三王一后，分别是辉哥、蜘蛛人、狗腿阿万，还有辉哥姐姐，三股一起推推推喽！哦哦！啊！啊好啊！到这来，让你看我蜘蛛人真真正正厉害！哇！好恶心啊！这是蜘蛛虎啊！啊！蜘蛛人真的变成一只大蜘蛛，好可怕！李西文啊，你捌看到蜘蛛吐丝无？什么？蜘蛛会吐丝？好大你敢徛咧啊！我准备一锤将你哇哇嘎吱，咚一下，万兔嘴巴。你哥，紧走哦！啊，那无我吐死落去，你就真危险哦！阿弥陀佛啦！我跟你说，如果你真的有那个本事啊，那你就碰碰看呐、啊！我就不信呐、啊，你那个蜘蛛丝啊，能耐我火！我准备再吐几样对你做。到了没有啊？还要不要再打？啊好啊，你稍等下，我发动来。哦，上人你有厉害，一波一个火团的给他破盖。是啊，这位施主啊，所谓啊，人生呢、啊、无常。最近啊，我啊。才从这个拉斯维加斯回来呀、啊，我在那边呢、啊，我都体验到好多佛学呀、啊。究竟哪一块都体验佛学？有啊，简单的举个例给你听啊。哦。当我在玩那个拉霸的时候啊，一块钱投下去，那一下可能就没了。但是。再投一块钱，再拉一下，他可能就中三个七钱就哗啦哗啦哗啦掉下来了。这就是佛家说的无常。
所以呀、啊，你永远都不会知道，到底呀、啊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、啊。我希望你跟我弟弟的烟抽就不要再接下去了。走吧，我请你去吃蜘蛛大餐，你走开、啊。那我既然已经救了我的弟弟啦，那我就可以回去啦。观众朋友，如果你想知道下个礼拜会发生什么故事，到时候再继续回来看我们的综艺大哥大阿中不带劲，谢谢。